哎，老先生，如果把这个握把改成弯的，是不是更称手些？圣公在武器造诣上，远远胜过老夫啊！你看，你这也挺会说话的，开始跟我下降了。哼，圣公啊，老夫还有件武器，想让您过目。还有一件，快拿来我看。 圣公，请。大哥，当心有诈。你打开。你什么意思？ 老夫做了一辈子的武器，直到这一刻才明白，武朝最强大的武器是人。给我杀！ 别杀我！我跟这些没有关系。闭嘴！看见了吧？啊，你接下来不吃不喝不睡觉，你给老子把这些炸坏的火铳都给我修好，不然我还是那句话，一千饼少一饼，我杀一个人。不然，走了。 爹呀，咱都走了这么多天了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看到啊？这车轮印儿就是朝那儿去的，再坚持一会儿，相信爹，爹不会害你的。爹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我都要饿死了呀！坚持一会儿，坚持一会儿，就能找着吃的了。哎哎哎哎，这儿就有吃的，哎，哎呀！ 爹，我觉得咱还是别找了，赶紧回江宁吧。不行，咱们先在圣屋分问。 马车让他们给偷了，江宁是回不去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要饿死了呀！江宁是回不去了，临安却近在咫尺。我看他们就是朝着临安去的。临安都是贼寇，爹，你是不是疯了？
贼寇或是饿死，你选哪个呀？贼寇，那就快走吧，晚了就进不去了。你这么说，我肚子也不舒服了呢。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呀呀呀呀呀！你屁股别冲着我！哎哎哎！别扭蛇！哎，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啊！咬着你了！它咬你哪儿了？左屁股大骨。蛇有毒！啊！给您包好，慢走啊！啊。您拿好。爹爹，您那法子有用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逼他去就范吗？还是不知啊。比起你，他与我更亲近。你先去逼他，我再出来做好人，他便不会起疑。我已经跟宣威营的人说好了，一会儿他们就会来抓我们，届时舒婉为救我们，一定会心甘情愿投那宣威营。若不如此，舒婉性格刚烈，万一我们的态度再过于强硬，他想不开投河自尽，我们便得不偿失啊。爹爹，你真是高明啊！若不是因为生了他落下病根儿，你小娘还能多活上几年。这些年，我忌惮他破善经营这个摇钱树，才留他在府中，否则早将他逐出家门了。现如今这凌烟城的乱象，也不是一两天能消停的。我们把他送到报童岭，不但能保住性命，还能换些营生啊！我也不用再重做慈父了。那个，军师，哎哎，把这啊，你这军师，陈统领，你是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正干活呢，你不是？嗯，军师，你上次给我那药，那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细听遵旨，日日服用，吃得饱，睡得香。每天呢都能睡上五个时辰以上。哎，不瞒您说，如果这药不是您给我的，我还真觉得是别人用蒙汗药骗了我。这药吧，跟蒙汗药实在是差别无二，极为相似。说笑了，怎么能是蒙汗药呢？那
不是很好吗？有什么问题？是很好，可是，是上次您给我那些不都快吃完了吗？既然要服毒一个月才能躲过那个孽缘，我就想再为军师讨要一些。哦，嗨，早说呀，要那个药是吧？对，我也没带着，我回去给你拿去啊。哎，我跟你一起。哎，不不不，你看你跟发凉吗？不是，来，你们都听陈统领的啊。是，有劳了军师。你这是要干嘛呀？娄姑娘，你干嘛要寻死啊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肯定是，那该死的人应该是那个欺负你的人，你干嘛要用他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死就是逃避的一种现象，你就是想逃避，什么都带来不了，只能带来遗憾。我能有什么遗憾？别装的那种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。自打我踏入楼市不行的那一天起，我就看见你的那些个奇思妙想和新鲜的营销方式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热爱生活、热爱工作的人，根本就不是说放下就放下、说死就死的人。我的人生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。怎么没有啊？谭儿，谭儿不值得你留恋吗？我们这些朋友，没有一个人希望你死啊！你这么一死，你的布行那就是昙花一现，你这么一死，那些欺负你的人永远都没有得到报应，你这么一死，你就永远不知道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我能成为什么样的人？生活确实很艰难，知道怎么生活更加艰难，但其实就是这些难上加难，才让我们的人生更加有意义啊。林公子留步，就送到这里吧。好吧，那还是那句话，有什么困难呢，来找我，我就在八刀营。以后呢，别寻短见了，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，有人来救你。嗯，谢谢。走了。你到底仔细找没找啊？
前向后向他常去的地方全都寻遍了，没有啊。坏了。弟弟莫急，此刻城门已经紧闭，他绝对逃不出临安城去。我再多加派些人手好好去寻他。快快去啊。想忍就别忍，什么世俗规章教条，去他的吧！舒婉，你怎么了？有什么话你说呀，舒婉。妹妹，有话你就跟我们说，咱们都一家人。我们已经将每户发放的粮食尽量减少，东城还勉强撑得过去，西城困难户太多了，按照现在的存粮计算，最多还能发一日。成，我知道了，哎，下去吧。军师，这粮食的事儿不是你说你想办法吗？这几天想怎么样？没想。咱们临安城是五朝最大的粮仓，干嘛还为粮食发愁啊？那还不是因为鲍文翰吗？对呀，所以这回咱们就从他手里借粮。你有办法？办法是有的，但是你得帮个忙。说。我呢，照例和陈凡出去放粮，你呢，把消息放出去。主要是得让鲍文翰知道，只要他知道了，你放心，他肯定开仓放粮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陈凡呢？这天怎么没看见他呀？打下去。配好了没有？磨磨唧唧的，耽误老子时间，小心我拆了你铺子。好汉，您要的这药，本店怕是配不出来了。什么叫配不出来？你不是这临安城里最有名的药师吗？啊？怎么，这点东西配不出来？好汉莫怪，我们999药铺，这属于中医。您但凡有个头疼脑热，或者是风寒，用我们祖传的感风灵。这几副药下去，绝对有效。但您要的这旁门左道的东西，旁门左道，这实在是按莫能助啊。哎，不如您去黑市上打听打听。
这是什么？第20辆，统领，这一车30单，这就是500单。你再数数，是500单吗？愚蠢！哎呀，不管了，这要是再发10天粮，咱们就该开拔了，这钱还赚不赚呢？要不，我现在就带人，当场把粮劫了算球。鲁莽！现在下去劫粮，岂不又是一场恶战？回头圣公又该埋怨咱们宣威营带头挑事儿。那咋办呢？咋办呢？明天去他们营门口给我盯好了，只要看到他们放粮，就给我抓个现行，带他们去圣公那儿。哼！成，一会儿呢，咱们就在这个棚子卖。在这儿呢，搭一张桌子，一会儿把粮食搬上，您慢慢比台拿过去。好，你们都过去啊。宁毅，哎，樊兄你也来了，正二搭把手，给我把这摆好了。干嘛？你吃错药了？就是吃错药了。你给我的是什么？啊？嗨，这不我给你准备的神药吗？喂，看，这分明就是蒙汗药。说我这两天怎么睡得昏天黑地的，有时候一觉醒来连自己是谁都忘了。原来是你一早下了药，你说你下就下吧，那搞得神秘兮兮的。你早说这是蒙汗药，不用你给啊，我那一抓一大把。蒙汗药就蒙汗药，你至于不至于啊？承认了是吧，宁爷？我把你当兄弟啊，你把当二狗子一样耍来耍去。别，你别这么激动啊，是蒙汗药不假。我承认了，但是，我可没耍你啊！说清楚。你想啊，你为什么让我给你开这个药啊？你不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想逆天改命，想斩断这段根本不该存在的孽缘吗？是，那又如何？这个药就管这个用。你想，那缘分就是上天注定，哪是你我这等凡人说改他就能改的呢？那你怎么还让我什么药？你等会儿，你别着急呀。啊，是遇上了这个缘分咱是改不了，但是我用这蒙汗药就能让你遇不上它。听不懂？你想想啊，你现在起床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晚了？以前早上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就起了，现在是不是经常睡到中午甚至下午还起不来？是，有时能睡到第二天夜里啊。对呀，这就说明药效起作用。你想啊，你以前起床是上午，那你上午起来，你一出营门很有可能就碰见了属于你的真命天女。但你吃了蒙汗药呢，你中午下午都起不来，甚至于晚上才起，那你就不可能出霸道营，也就没有机会碰见属于你的真命天女，那这段缘分不就被斩断了吗？这还有关系啊？那当然有关系了，万事万物它都存在着相生相克，今日阴那就是明日果。我之所以不告诉你它是蒙汗药，就怕你心生戒备。你想，哟，这是蒙汗药，那我今天少吃一点吧。你少吃一点，你上午就起床，出门就碰见大家闺秀，马上就和他成亲了。哎，你倒好，我这好心好意对你，你还误会我。行，那得吧，那这蒙汗药你也甭吃了。我祝愿你啊，和这个大家闺秀喜结连理，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。到时候请我喝喜酒，好不好？哎，别，军师，药给我。我，你什么呀？你什么呀？我错了，我不该怀疑你。我帮你搬粮，你早就该帮了。快！这里边什么东西啊？这么重？粮食啊，粮食啊！你上次不是说已经筹光了吗？去，快！你又从哪儿搞来的？从哪儿搞来的？你不用管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再多问呢，没意思。军师就是军师啊，高啊！继续发吧。那今天不发，咱们换一种玩法。都看到了吧？
给我盯紧点啊，他们要是敢当街放粮，就告到圣宫那儿去，看他们怎么说。老少爷们们注意了啊，我们卖粮了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今天回家吃顿好的。万般皆下品，没有吃得饱，不饿的你也来看看来。我买，我买，我也买，我也买。那是，你现在到底是在干什么呀？之前咱们都是送粮，现在你这样抬高粮价，跟包文汉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啊，我们卖的便宜，十五两。竟然敢学我们卖粮敛财，这本来是应该我们赚的钱。这是您的，走，向报亭里汇报。一个一个来啊。这十几天的账都在这儿了。一袋粮食没卖出去，怎么还少了十几担啊？才十天，全营就吃了几千斤粮食。你也都看到了，这根本没人来，放，不吃放坏了。怎么不撑死你？从明天开始，谁都不吃什么。包统领，不好了，霸道营正在公开卖粮。什么？他们也卖粮？千真万确，门口还聚集了不少难民，都在抢着卖。还抢着卖？他卖多少钱一斗？十五两一斗。娘杀的！王杰，改价格，咱们卖十二两。好。听说那边可降价了，那我们也降价了，粮食一斗十两，一斗十两，快来呀、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二两一斗，走走，十二两，十二两一斗。什么？说卖十两，咱们也降八两。八两，我们八两一斗，哎，八两。排好队，别着急，五两一斗，您带回去。五两一斗，排队，排队，排队。你着急，你着急。四两，哎，四两一斗啊，四两。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。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三两一斗，您走好。三两一斗。再降一两半啊，一两半一斗，这大米一两半啊，一两半一斗，来来来，说一两半。南来北往客营门，一斗只卖五百文。一百文。是时候结束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了，接下来我们最后的惊爆价由陈凡陈统领向大家公布。都听好了，今天霸刀营豁出去粮食一文一斗。统领，没得降了，他们一文一斗。什么？
太深。兄弟们，走！走！一百万！就在那。宁毅，胆子不小啊，敢在霸刀营公然卖粮，把粮食都交出来吧。鲍统领，是不是您这宣威营粮食太多了，您吃饱了撑的吧？您什么时候看见我卖粮？我手下亲眼看见你在这降价卖粮，最后卖到一文钱一斗，你还想狡辩吗？我狡辩？您有证据吗？证据就在你身边呢，小子。所有粮食都在我宣威营垄断在粮库里，你这些粮食哪来？来，鲍统领，我带你看看。你说这个是粮食，来，这是粮食吗？你再看，这些个木屑呀、碎石啊，是昨天晚上我们霸刀营连夜从城外运的来。我们负责加固城墙啊，那宣威营负责的是粮食发放。您乐意卖多少钱卖多少钱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您不能什么钱都想赚吧？过一辆车拉着大粪也得拦下来尝尝咸蛋儿啊，不至于吧？统领，粮仓粮食放出了大半，户里颇丰啊，这一会儿赚了几千两呢。哎呀，鲍统领，那么多的粮食才卖了几千两，您是不是出家了？慈悲为怀啊。正好为此呢，我特地给您绣了一面锦旗，代表临安城的百姓呢赠送给您，表彰您这段时间的功绩。鲍统领，这次是你挑事儿在先，你要再往前走一步，别怪我可喷你。鲍统领，现在是您自己走呢，还是等圣公请您走？你也刘大彪走着瞧。军师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就这几个小兄弟，一群老弱妇孺，一袋粮食来回打就把他们全部唬住，真是神。主公，今天这想起什么来了，自己就披上了。这次多亏了你，临安城的百姓才不至于饿死。我想了想，陈凡说的有道理，我不能再让你做这些琐碎的事儿，你应该有更大的作为。好，那主公替我先谢谢凡兄，也谢过主公。那既然有这么高兴的事儿，军师想约主公吃个饭，不知道主公赏不赏光？约我吃饭？咱们最近筹粮也挺辛苦的，吃这顿饭呢
一是为了犒劳一下自己，二呢正好庆祝一下军师不用批公文了。我想想吧。行，那你好好想想，地点呢我也定好了，就在东篱酒家，明天咱们不见不散。吃就够咱们俩人吃。是是是是是是是。哎呀，那儿还有一只，高一点儿，往左边点儿。对对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点。哎，好。哎呀，飞了吧？不是。爹，你说我打个鸟，你那么多话，把鸟都吓跑了。那是我吓跑的吗？我说这么小声音的话，我能吓跑了鸟？你说你能干什么？你说这一路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啊？爹，你出门先查黄历了没有？出门出得急，看得匆忙，不能作数。黄历上怎么说呀？失心当值。大力北方走，咱们去打别的去。大力北方，我们一直在往南走。哎呀，事已至此，你再坚持一会儿，这临安马上就到了。走走走，咱们去打点别的小动物。打鸟这个项目不适合咱们。哎呀呀呀呀，有你这么坑儿子的吗？谁让你把粮食都卖了的？啊！人家下套就算了，春。我怎么会有这么蠢的手下？头领，我真的是把损失太多，才急着出售的。啊！犟嘴！别打我了，头领，别打我了！犟嘴！来，伸过来，伸过来。不，头领，滚！有什么事明天说。这个事儿还真就得今天说。别疼！您要找那人，我给您找到了。听说你在找我，
其实有八九万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岂无浓情意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第七壶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便是缘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。